这个展览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好了，挂的带的很多，所以呢我们希望呢观众能了解一下带的挂的的原始状态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组织了一次宝石矿物展，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宝石种类，我们一共是展出60多个品种，基本上就是说现在能做宝石的这种矿物都有了。那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自然晶，它有世界上发现的最长的自然晶，因为这个有52厘米，而且它形状非常好，非常漂亮。这里啊还有泰坦尼克号上的那个海洋之星啊，坦桑石，我们也有大概有近10件，还有不同产地的一个祖母绿，一种是中国云南的，还有赞比亚，还有哥伦比亚。你们看了以后呢就可以知道哥伦比亚的祖母绿是最漂亮的，还有大量的这个碧玺、海蓝宝等等。